讲义，末会介绍最后这一段，第八，二位同收，这个二位就是指文殊、普贤这两位菩萨。统收也是统摄的意思，请看经文：文殊、普贤二圣即法门主，所表有三。这两位菩萨代表大方广佛华严这个法门，普贤表属性法界，文殊表能性净性，要有属性方成信心，若无能性，长留生死，能所契合，方为正性。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说信为道源功德母，所以清凉大师看摄本经分为信解行证四分，信摆在第一了，所信的普贤菩萨代表菩萨的德号，前面都曾经详细介绍过，在此地呢我们就不多说了，说他代表所信的法界，这个法界就是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的法界，我们要华藏法界在哪里？我们通过《华严经》的学习，明白了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无时无处不是华藏世界。西方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世间确确实实存在着有不同时空的
为次，所谓的二度空间、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，乃至于无限维次的空间，理论与事实都得到了证明。这个说法跟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世界是相应的，华严比他们讲的还要清楚，还要透彻，而且佛还告诉我们，这么许多复杂不同维次的空间从哪里来的，怎么形成的，如何突破，这些事情科学家没有给我们说清楚。世尊在这个大经里面讲得非常透彻，这个经上用普贤菩萨来代表，以文殊菩萨来表能性的境界，文殊表智慧呀。如果没有真实的智慧，这个信心不能升起。真实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，换一句话说，心不清净就不生智慧。没有智慧，你对于这一桩事情就不能够信心。因此我们要明了，这个法门不是普通法门，而是圆顿大法。它所相应的，也就是说，他所讲的条件决定是上上根人。佛经里面讲俗辟的根基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他教学的对象。条件这么高了，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，不是上上乘的根基，能不能学习？学习是难，学习我们究竟能得多少利益，这个与根性关系就很大。利益根的人得的利益了就受善，根性差的人不能说不得利益，得一点小利益，至少阿赖耶识里面有这么一个印象。这种印象现前虽然不能得利益，酒后必得大利。这正是佛家常讲
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这一部经里头，才真正给我们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通达明了，就是诸佛菩萨。我们在此地可以说是得最殊胜利益的，就是我们明白了修学一定要修清净心，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已经就得很大利益了。清净心在哪里学？念佛，大家知道要修清净心。弥陀经上讲得好啊，一心不乱，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一向转念，这个话说的没错。可是你要懂得佛说话真正的意趣，不仅是在念佛的时候心要清净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处事待人接物应酬当中，无时无处啊，都要知道修清净心啊。你的心里面才生智慧。所以说修行这两个字，它的意思一定要认识清楚。行就是生活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，言谈议论是口业的行为，身体的动作是身业的行为，我们一天当中从早到晚，你要睡觉还会做梦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造作可以说从来没有中断过啊。一天24小时没有中断，一年到头也没中断，从我们出生到死亡还是不中断。死了有没有中断？没有中断，你还会去轮回，还去投生呢，哪里有中断？可见得了我们的行为呀，过去无量劫到未来无量劫从来没有间歇中断过啊。善业行为错误了，错在哪里呢？与法性相违背，这就错了，要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叫做修行。所以诸位对修行这两个字绝不可以说局限在念佛是修行，参禅是修行，
拜忏是修行，这些把这范围约束得非常的狭小。所以我们怎样苦修，怎么样用功，功夫都不得了，都受不到修学的效果。诸位想想，你一到念佛堂来念佛，念几个钟点？离开念佛堂之后，又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在念佛堂的时间短了，在门外的时间长了，又何况即使在念佛堂当中念佛也不老实，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。你希望你的功夫得力，怎么可能达到？这什么原因？不懂得修行的道理，也不懂得修行的方法。口里说修行，实际上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错会了，误解了，所以功夫不得力。明白的知道修行在什么地方修，在起心动念之处。在言谈造作之中啊，要把我们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修正过来，邪正的标准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圣法。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他们代表了纯正的标准。六道凡夫是邪染的标准啊，标准确立了，我们学习就有了依据了。要以佛菩萨正知、正见、正解、正行，取这个做标准。在本经以文殊、普贤这两位大圣，我们在经上读到过，世尊为我们介绍这两位大菩萨都是古佛再来呀，他们久远界圆成佛道，今天在华藏世界示现为等觉菩萨，作为毗卢遮那佛的助手啊，帮助佛教化众生啊。不仅这两位大圣是佛再来的，我跟大家介绍华严，华严经上
每一个会众啊，在这个本经列出的名号，没有一位不是古佛再来。他们所示现的身份虽然各个不相同，正是普门品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份，通通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啊。应以天王身份得度，就示现天王身份；应以鬼神身份得度，就示现鬼神；应以童男童女得度，就示现童男童女。全是诸佛如来示现。所以经上虽然讲四十一位发生大事，他真的是发生大事不是的，是诸佛如来示现给我们看的。我们从这个地方才真正体会到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。不可思议，这是我们真正修正我们三业过失的标准。那么也许同学说，现在这些诸佛菩萨不在世，我没有见到啊。没错，你问的也很好，诸佛菩萨虽然不在世，佛陀的经教在世啊。只要我们每一天都诵啊，讲起依教奉行，就如同佛菩萨住世没有两样吧。当然事出世间法要想做到圆满的成就，都需要有一个模样啊。譬如现在有建筑啊，建一个高楼大厦，设计除了画图之外还要造个模型，然后把这个模型放大，使这个建筑物建造的非常完美而没有缺陷，事法尚且如此，佛法没有例外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也要找一个模样啊。最殊胜的模样就是佛菩萨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熟知的
本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现在虽然没有住世，他老人家一生的史籍记载在经典之中啊。他的用心，他的为人，他的生活状况，教学的状况，处事待人接物的状况，我们在史传里面都曾经读到啊。我们塑造释迦牟尼佛的形象，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像，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，就要想到他老人家当年在世的状况，如对目前啊。于是我们就有个修行的榜样。依照这个榜样来塑造自己，来改造自己，使自己学习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。我们就成就了，这个叫做真正的修行啊。懂得修行的道理，懂得修行的方法，世尊教导我们，首先我们要对老师建立信心，老师确确实实是圣人，从什么地方能见到呢？老师的烦恼真的断尽了，正如同啊，他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他真做到。我们从他一生行仪当中看出来。世间人所争的、所取的，总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，他把这些东西断得干干净净了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，去体会，去认识它。佛要不要名呢？佛不要名，佛出生在帝王家，太子的身份呢，别人要求取功名富贵，他是已经得到了，把他放弃了，不要
不愿意要国王这个地位，不愿意要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他通通舍弃掉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？现在不但世间人拼命在争取富贵、争取名利，甚至于出家人还不能把这个习气摆脱掉。佛给我们的示现，这个苦心深意，我们要能体会。佛把这个东西写得干干净净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！这叫我们佩服。佛在这个世间一生干什么事？一生的事业教化众生，世间人教化众生还是离不开名利的。而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名利也舍弃掉。只接受世间人每一天一钵饭而已啊，他过的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这样清苦的生活，我们今天世间人都讲享受，你想想佛享受的是什么？佛一生从来没有享受过，他不是不能享受啊，他有条件啊，他舍弃了，放弃了，为什么？做给我们看的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是要付出啊很大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生死轮回的代价，真正是惨不忍睹啊！舍弃世间这一切的享受，超越六道轮回，我们愿不愿意了生死出三界证大涅槃呢？如果你愿意很想，你要学释迦牟尼佛对于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有丝毫的贪念，你的愿望就落空了，你办不到了。世间人学道的多，正果的人少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放不下享受，这种享受真是经里面常常用的比喻，刀头石磨。
不是一桩好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尽一切可能跟佛距离拉近了，我在早年求学的时候，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深，那是个在家人啊。他跟佛的距离比我们就接近很多，我们从什么地方看？首先从生活上看，他的生活简单，他告诉我他从32、33岁的时候开始学佛，没多久他就吃常斋，而且日中一时，他97岁往生，每一天吃一餐，差不多吃了40-50年了，一天吃一餐，一餐的分量很少啊，不是很多啊，不是把三餐一餐吃掉，不是啊，他一餐比我们的分量还要少。当时在台湾，他的生活费用每一天台湾钱2块钱啊。那个时候我曾经到香港来过一次，港币那个时候很值钱，跟台湾钱是1:8，1块港币换8块台币，换句话说，那是多少年呢？70年代，1块港币李老就是过4天的生活。人家生活得很自在啊，见到人都笑眯眯的，从来没有感觉到苦啊，没听说过啊。他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是老样子，我们看到一套旧的中山装啊，里面衣服我们没有看到，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，里面的衣服我们看到，连汗衫、内衣、袜子都是布料在布，这是以前我们没有看到的，我们看到都流泪感动，没有想到他过这么清苦的生活。他不是没有钱，他的收入相当可观，他有好几份的差事，所有的收入都拿去做佛教慈善事业，自己真的惜福，一丝毫都不糟蹋。这是随顺佛的教，自己刻苦节省，能自己多省一分钱，就能多帮助一个众生。
我们自己多浪费一分钱，多糟蹋一分钱，众生就多受一分苦啊！这是佛心，这是大慈悲心啊！我们遇到这种善知识，从内心里面尊敬佩服，我们做不到，他做到了。真的是念念为佛法救助世间，行行为弘法利生，所以一生在讲台上讲经说法，言辞字字句句充满了智慧。智慧从哪？清净心来的。清净心从哪的？明文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了，通通舍掉了。他的学生多，我跟他的时候，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万人，供养很丰足啊！很多人看老师，哎呀，吃得那么辛苦，都送你点好东西给他；看到老师穿的衣服破旧了，都送新衣服给他。嗯，他也很欢喜，接受了，看看都接受了，收起来。等供养的人走了啊，他就转供养送别人了。没有自己来受用啊，没有啊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做给我们看的，让我们这些学生看到之后啊，明白过来，讲不行，你会讲，你自己没有做到，听的人还打很多问号，还怀疑，你要真正做到。做出来给人看，这叫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吧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想到，怎样跟佛菩萨接近，把距离拉近，在思想上、见解上、生活行为上都要跟佛菩萨靠近，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受用。如果不能落实到生活行为上，纵然天天读经、天天念佛，跟佛菩萨的距离很远啊，遥远的很呐！这一生当中怎么会有成就？我们今天在此地读的是《华严经》，我们晓得《华严》是圆顿大法。大法一定有基础啊！基础是什么呢？基础是方等的，是阿汉的。
阿含教我们什么？总而言之，他教我们断恶修善。断恶修善，先要知道善恶的标准。佛家善恶的标准很多，它分很多阶层，每一个阶层说法不一样。境界既深又广，我们是初学，初学从哪里学起呢？佛给我们列出了纲领，我们都是念佛人，念佛人决定要依靠净土三经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世尊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啊，你看看，净心才能成就信心，净业三福就是叫我们修净心。净心也分作三等，最低的要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就是把最低的修清净心、断恶修善的标准方法教给我们了。如果我们不能够修十善业，就是不孝父母啊，就是不敬师长。最低限度的孝亲尊师就建立在十善业的落实上。我们要问问我们有没有做到。这一层做不到，向上就免谈了，好像盖大楼一样，第一层没有盖成，你怎么能盖二层、三层、四层呢？最下面的一层呢，十善业道啊，我们大家决定不要小看它，十善业道，以为这是人天小法，小法是大法的基础，没有小法决定成就不了大法，成了佛了，十善业道的大圆满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画的佛像，画的佛像，这个佛像佛的头上都画了圆光，圆光上面呢写了三个字，嗡阿吽，这三个字有用梵文写的，也有用华文写的，
也有用藏文写的，那都没有关系，它的发音呢都相同，啊，唵阿吽，什么意思呢？十善业道究竟圆满，说明成佛了，没有离开十善业道啊。这个意思多深啊！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。所以基础的佛法是以地藏菩萨做代表，地藏是表孝亲尊师。最近我们有个因缘将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过一遍，留到有完整的录像带。诸位同修如果有时间可以参考。这是佛法第一个阶段，叫我们断我修善。第二个阶段叫我们破迷开悟，也就是说从第一个阶段向上提升。这个一提升呢，有两位菩萨做代表，观世音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。观音菩萨表落实，文殊菩萨表智慧，表理论。这个智慧理论落实，落实就是大慈大悲，智慧开了。诸位要晓得智慧不开是什么样子呢？自私自利。智慧没有开决定是自私自利，智慧开了之后学习为人，样子不一样了。所以提升到观世音菩萨这个阶层，就是把孝亲尊师扩大，佛在经上讲的两句话懂得了落实了。佛说了哪两句话呢？一切众生是我过去父母，未来祝福。是过去父母，那就得孝顺呢，是未来祝福，就得要尊敬呢。你看看，不是把孝亲尊师这两句话扩大了吗？扩大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！观音菩萨落实这两句话了，文殊的智慧叫我们彻底了解事实真相，这就是转迷成悟啊！到第三个阶段呢，普贤菩萨做榜样，落实的转凡成圣。普贤是转凡成圣，所以在中国的佛教以四大菩萨做代表啊，表法的让我见到菩萨的形象，听到菩萨的名号，我们的境界心里就产生了变化。
所以佛法是教学，最殊胜的教学，最伟大的教学。经典上讲的善巧方便，在我们今天一般世人所讲的高度的艺术境界，不但是高度，实在讲究竟圆满的艺术化的教导，我们从这些方面真正体会到了文殊普贤在此地表现的是高级的佛法。但是诸位要一定要记住，高级佛法没有脱离这个初级的教学，尤其是本经所说的行不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不啊，行不是次第，按部就班修学，圆融虽有次第，但是初级也能学高级，高级不学初级，就像成佛不学十善业道，这个意思一样。